陈岩，我已经记起你了。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姐姐身边，把她给我，赎你的罪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凤凰不是你能觊觎的。你死心吧。陈岩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厚脸皮。 你觉得我会死心吗？慧芝，我们走。魔族来袭！魔族来袭！ 师尊，师尊。